谢谢张静宇。好，这个为难评审的时间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小月儿，老师好。你太棒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首歌曲《叉烧包》，很多人都拿来歌唱比赛，然后在这个舞台上，红人榜的舞台上，已经太多人唱的，我都数不清多少人了。但是你是我听过最好的一个，你真的是最棒的一个。因为呢，很多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有当时跳舞了啊，就开始串，串了歌就唱不好。啊，有的人歌唱了好，但是舞蹈跳了不好。但是你是舞蹈跟歌声拢足好诶，我觉得非常棒，你太有天分了。你早就该来了，怎么等到现在呢？你应该早就赶快来报名了哦！你真的很棒，很棒，而且你唱歌非常有天分，啊，还唱歌很爽哎，就是很轻松的感觉，你的声音完全都不会有紧绷的感觉，所以很加分，真的很棒，我很喜欢你，非常喜欢。好，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静瑜，好久不见，老师好，很棒哎，而且你，我觉得你进步好多，然后。唱歌跳舞，各方面都我就都觉得很好。好啦，那真的是难分轩轾，最后的难题当然给最有智慧的奖评，哦，对不对哈？因为最有智慧的奖评是一般人听不懂的。OK 哈，我们请的是阿德老师。好，我先讲一下那个小鱼儿。老师好。我觉得你最吸引我注意你唱这首歌哦，不只是跳舞而已，而是你那个跳舞的表情很酷。你一定在这个舞蹈上、唱歌上已经下过苦功，才会有那个表情。然后要练得够多，表演得不够多、不够深刻的时候，有时候展现出来的那个都是很罐头的。所以那个你唱第一段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Miso好像完蛋了，